世上所有传奇的罪案都有共同点，就是旷日费时。北山半山腰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成年女性人骨，死亡时间大概有10年以上。许达跟许广一之间，他们一定有一个秘密，而且这个秘密跟95年开棺验尸事件有关。 你能不能别再调查这个案子了？我们是刑警，跟人性的阴暗面打交道。调查可能会陷入僵局，一切都可能从头开始。你爷爷的真相会被他发现的。我会留在龙湾，把真相查清楚。许家人为这个案子经营了3年，他们用无数谎言在圆这个谎，只要戳破其中一个，所有谎言不攻自破。 我们当警察的能带给被害人们只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真相。这身警服让我重新有机会了解了我爷爷和我父亲。这身警服带给他光荣和梦想，承载着痛苦、流血和牺牲。我宣誓，我是。 宣誓人高思涵、高建设。